这个事实上在怎么去实际上就一个人你要怎么把它处理好这方面啊，有时候会有点生疏啊，讲学问嘛，对不对？所以而且很多的事情，因为古人这些事情都是上政治的，而且他带一个大家族的啊，所以对古人来讲啊，这些事情的实践性很丰富啊。其实古人的那个实践的场域，第一个就是家族啊，还有邻里啊，以前这个孝友睦冤任序啊，就从家庭里一直到邻里啊，这是以前认为人生的基本的最重要的事情，跟我们现代不一样。我们现代是比较看重个体的成就啊，所以从小就培养一个人如何如何，你自己培养你自己的能力啦啊，然后你在外面要做成什么事情呢、啊？就是个体化的啊，以个人为主的。以前人呢不然啊，因为以前人觉得说，家族的良好胜于一切啊，而且是保障每个人生存的基础嘛，所以因此在传统社会里头，他呢孝友睦冤任序啊，他其实整个传统是从这里的发展的。那这个在现代社会还没有价值呢，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让我们人生保持一个比较温暖的友情的啊，跟人有关系的人生啊。否则的话呢，越来越个体化的人生啊，其实人啊也会越来越这一个孤寂啊，越来越冰冷啊，大概是这样啊。好的，那我们继续看，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卫灵公篇，对吧？第九啊，今天要讲第九。子贡问为人啊，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视其大夫之贤者，有其士之仁者啊。”那么，好，我们看朱注啊。朱注说啊，问为人啊，这个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啊，视其大夫之贤者。”贤呢、啊，以事也，仁以德也。所以，大夫贤者用事啊，那么仁呢，是所以有其事之仁者啊。夫子啊，常谓子贡越不若己者，故以事告之，欲其有所言淡啊，切磋以成其德也啊。那么，我们到一个邦，是居士邦也，视其大夫之贤者啊。这个士的话等于是侍奉的士啊，就是以自己为下，在那里好好的啊侍奉他啊，也帮助他啊。有其士之仁者啊，士的这一个品阶第一级嘛，对不对？所以叫做有其士之仁者啊。那什么是仁呢？仁以德言啊。朱注这边特别讲，就是他中间有德的这些人啊。这是说怕子贡喜欢不若己者，所以拿这个来告诉他，欲其有所言淡切磋啊。臣觉子贡问为人，非问仁也啊，为人。是问说我们怎么样要能够完成这个人。好，我们看一下前先这个注。他说：“公无力气，不能善其业；有人无才德，不能尽其人啊。气不自立，必尽磨砺；亦如人之才德，必事先有人，然后得所切磋熏陶后能成也。这个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把为什么这叫做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得很明白，对不对？就说啊，气要经过磨砺，
那就好像人的才德一定要事先有人啊，然后才能够成，就好像气要磨砺一样。OK， 仁者，人与人相处之道，仁德必于人群中磨砺熏陶而成。啊，这是要人群当中磨砺熏陶而成的。所以仁者，人与人相处之道，这个是儒家的最重要的传统。啊，嗯，主要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喜欢跟人相处。啊，跟人相处觉得很累。啊，其实有很多，尤其理工科的一些人啊，他说宅男啊，不见理工科了，这两个事情，理工很多人宁可坐在电脑前面啊，躲在书桌后面，不喜欢跟人相处，跟人相处好累，宅男宅女越来越多啊，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因素了，很多因素，嗯，以前显然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以前我们看到人家说三姑六婆，讲难听一点，或者庙口前面一大群啊，一群人从小啊，这以前好像不太有，一般来讲不太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为什么现代人变得越来越难的呢？因素很多，对吧？譬如说以前人跟人相处的这一个道理啊，比较清楚啊，从小就这样。然后他从小也练习，因为以前从小家里人相处的就多嘛，对不对？那以前家族也不像现在那么小家庭，小家庭坦白说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啊，各有各的问题啊。那各有各的问题的小家庭出来的人就不那么容易跟其他的人这么相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家问题不一样啊，出来人不一样啊，问题不一样，你有你的问题，我有问题，除非正好凑在一起相合，否则的话就常常容易出问题啊，尤其敏感一点的话啊，就觉得好累，你知道吧？因为处人说实在的比处事情要麻烦的多，是不是啊？我想有经验人都知道，嗯，所以仁者，人与人相处之道。那换言之，我们今天失去了这个道啊，我们这个越来越失掉了人与人啊相处之道，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那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啊。那包括我在办事儿，常常发现常常碰到一些怪人啊，常常碰到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些事情啊，现在是怪人比较多啊，这个欧美也是一样，怪人比较多啊，这个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一个所谓共通可循的一个道理，就人与人相处之道慢慢失掉了，这是人类社会底下的大问题，是个普世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世界是自由化了、个体化之后，它的好处是有很多前所未有的一些好处。人类从来没有这样自由化、个体化过，对不对？它反观它的缺点，就越来越不知道人跟人怎么相处，啊，那就容易会有自己的小圈圈啊、同温层啊这些种种的，这也难免，意识很难改，啊，因为整个世界都变了。那仁德必于人群中啊。磨砺熏陶而成，要在人群当中，啊，这个磨砺熏陶这个字很有意思啊。怎么讲呢？诸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小家庭，然后很多家庭坦白说也不完整啊，有很多的问题，甚至于破碎，那这样出来的话，你人是怎么样？人小孩子很灵的啊，家里怎么样，出来就差不多怎么样啊，这个就他的基本性格就差不多了。这样子要改要花非常十倍的甚至于百倍的力气啊，才能把家里带的这些东西要去除掉，那至少十倍吧，不见得百倍，还是讲得太重了一点啊，那反正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嗯，那这样情况底下就是缺乏磨砺熏陶，好吧，我们现代人缺乏磨砺熏陶，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一个小孩子哈，这个阿公阿嬷啦啊，我们现在说爷爷奶奶啦，或者这个姑妈啦、阿姨啦、舅舅啊，一大堆人一天到晚磨砺熏陶，嗯，现在有人说喜欢讲这个道德主体性，我就常说，康德式的道德主体性不是中国人所平常有的，那是一个基督教传统底下的一个东西。因为他相信人都有永恒的灵魂，灵魂是最重要的，所以灵魂的自由的抉择
啊，意志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你会决定你的信仰。然后从这里头进一步来讲，会说理性的自由的抉择，这是人之为人的特色，这是康德式的思维，他是德国人。德国人啊，我就常说，你不知道德国人怎么养的，超级独立啊，独立到不可思议啊。那除了说从小基本上大概都是分开睡，不会在一起啊。这个我们华人常常小孩子跟父母一起睡，睡到很大，他们不的，非常小啊，就分开睡了。什么事情稍微一点呢，就训练你，就是从小你十八岁以前的教育是训练你十八岁之后能够独立，对不对？啊，然后他们常常会小孩子，比如说，比如说爬树啦、运动啦，做一些我们看起来很危险的，我们一定把他抱回来的这种事情，他们不的，啊，他们说这个才是德国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明白是吧？那我们这种磨砺熏陶，前先是只是四个字，其实诸位都知道，像这个一般华人家庭的小孩子。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啊，爸妈其实管很多的很多事情，你不能说你偏食挑食，这个都不行啊，对不对啊？你想做什么，不是由着你的了啊？然后你要学什么、读什么、做什么、啊，从小管很多，那这个哪里会养成那一种独立自主的性格？他也不知道自己真要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一再说兴趣，兴趣啊，培养人的兴趣。其实台湾的小孩哪里知道自己的兴趣，他只知道联考，他有什么兴趣，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嘛，是不是？哪里来的兴趣？不管是台湾啊，整个东亚地区都一样啊，对不对？大陆、台湾、韩国、日本啊，我不知道越南怎么样，我估计迟早他也差不多啊啊。那他人生的最能够发展的时刻，他十八岁以前都在考联考嘛，各种广义的变形联考，他怎么发展性格啊？那我自己对于我的孩子，其实在学校里我就也跟老师讲说，我希望多给他点空间，尽量他发展他自己，他就是很不容易，没有时间啊，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塞一大堆东西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教育跟西方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坦白说，我们从来不太尊重他的个体的选择，也不太尊重他个体的自由，啊，也不太去培养他自己的啊学习方式，啊，当然说今天比以前已经好多了，你就不知道老一辈的，以前我一个老师，建中老师，他跟我讲说，他以前上课的时候上学，他数学不好，功课不好，每天回来手都是肿的，厚厚的一层，就每天打的回来的，啊，那种，我想年纪大的人都还有这个记忆啊。小时候被打得乱七八糟的啊，这些事情种种，因此磨砺熏陶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讲仁德讲到这里来呢？这个里头的背后的意思是在于，就是，哎，第一，我们今天的社会慢慢失掉了人与人相处之道了，啊，这个越来越弱。那人跟人之间是公民社会是有之啊，他的那个社会的秩序反而比以前好了，因为他的公共秩序比较好了。可是呢，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良好的相处之道事实上是越来越少了，而那个本来是要从人群当中磨砺熏陶而成的啊。那这个磨砺熏陶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是培养人之间的仁德，负面的话会变成我今天跟诸位讲的啊，比如说只是联考，这个联考没有办法培养人跟人之间良好相处的方式啊，它只能抹杀人的性情。 OK 啊，大抵是这样子啊。所以有其德后可以善其事，由工人呢必有器以成其业啊。那这个讲的非常清楚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贡问为人，我们要怎么达成人呢？啊，那是要去跟这个有仁德的人去啊，事贤有人。简单说，事贤有人，不事贤有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人。啊，那这个深一层来讲的话，我们交朋友要注意了，啊，要这个有人啊。
古人常常这个叫友人，譬如说米芾的儿子叫米友仁嘛，对不对啊？友人啊，就叫友人还不少啊。那所以那世贤这个也很重要啊。现在这些观念都没有了，现在社会上不太有这个世其贤者，有其仁者这样的观念了、啊，基本上已经不太有了，现在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发展个性的观念，发展自我，发展自我，发展自己的才能才性。我不反对发展自己的个性才性，坦白说，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人必须要发展自己的个性跟才性，但是我觉得人同时也要世贤友人，所以我们要去掉传统里头的那一些太管制化的东西，完全不尊重个体的东西，这个在现代社会是不行了，不管是爷爷奶奶啦或老一辈这些东西，但这个是真的是不行，因为什么？也是很多，主要知道年轻人现在对于传统非常反感，反感就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 ，OK。但另一方面，传统有好的一部分，世贤友人这是好的部分，我们希望结合传统的好。跟现代的好，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社会。否则的话呢，都是一篇啊。坦白说，传统的好是人跟人比较知道怎么相处，有温情啊，这个比较重情感的。当然也有很多麻烦的事儿了啊，麻烦事儿也很多。现在诸位其实已经不太容易看到了啊，那个社会离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太看不到了。这个社会啊，包括年轻人所看到的长辈，已经不是那么传统了啊，这个已经是变化太快了。那这个，所以简单说吧，我们就努力保持传统的好，也要把握现代的好，那去掉传统的问题。好，这张有没有问题？感慨不少，讲这些感慨不少。哦，另外加一句话啊，问为人。他是世其大夫的贤者，有其世之仁者，就可见古人的这个为人有相当的政治性，他们基本上是在做一个政治社会的领导的工作，好吧？所以他们是士大夫，是君子啊。那我们刚刚就他一般意义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世贤友人了啊。但是就政治上来讲，其实还有他的特殊的意涵啊。所谓特殊意涵，其实也不是什么什么这个完全什么政治的难民的事情啊，不容易讲，不是，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达成你的政治社会的理想的话，因为古人叫修齐治平嘛，它包含了政治的理想，你必须要世其大夫的贤者，有其世之仁者，这很重要啊。那这一层的意思就是说，要交对朋友。要有好的，或者是长官，或者是长者，这个非常重要，那而且这个事情是必须高标准，我办学生到现在也是给我一再很多的经验，甚至于教训，就是高标准，必须高标准，要这个世贤友人，这也是我们做事情是必须如此。所以论语啊，做人处事的宝典，而且包括我们在用人的时候，其实很多话都非常的有用，非常有用论语上讲的话就是他一针见血，直指人的特质人要了解人是很难的人其实都很复杂那但是如果我们多读论语的话，常常把论语上的话拿出来讲，拿出来想想，对于你碰到人怎么回事比较容易明白。好，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我们很重要一点，不要为了一时的缘故，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做事情啊，会因为一时的需要，会把这一个所以人的重要性说先放一边，说然后一厢情愿说这个或许也可以不然
一切事情是人是第一啊，永远要把这个事先有人这一类的，就是把人的要素放第一啊，那这样事情才能够做好。而且坦白说了哈，如果你来往的这些人是不人的啊，或者不够人的话，你的事情是非常难以推行的啊。如果是不贤或不仁之人的话，你做不好的，好吧？所以来往之人也必须是贤与仁，这样才行。这些话看似容易，并不容易啊。所以这一个问为人哈，如果从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恐怕不光是讲说自己的仁德的底力，还含的就是我如果要推行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事业的话，啊，我要把这个事情善其事，是把这事情做好的话，我一定要这个有对的啊长官长者跟好的这一个朋友，我的事情才做得好，否则做不好的，是吧？事先有人，好的，这样没问题。好，有一个问题，好，来，那个潘宇，你讲。老师能听到吗？有听到，声音大一点。对，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我们都知道要寻找人的朋友，但是就是你判断一个人是很难的。《论语》讲了很多，就是很难的，所以其实不容易。我刚刚特别讲那个意思，哎，你继续说。那就比如说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那就是您肯定是，就是您是导师吗？比如说您收学生的时候，会用这种怎么说呢？去选择一些学生，因为学生并不一样。语言嘛，我也有这种经历。对，因为学生固然广义说了，照古人来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生也是朋友啊。但是因为学生通常，尤其收学生是我们在学校里头跟他在特定的约定底下的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其实学校里头要求我们的是说，如果说学生做的是你这个专业的 OK 啊，然后他人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难以相处的话，我们一般是会接受的啊，不能拿这个标准，请注意啊，不是说我自己在外头找朋友，明白意思吧？我们做老师有我们老师的义务，那否则说我们每一个做老师说，哦，这个学生不够人，那一个系上如果学生有一半人不够人的标准，那就没指导教授了，这样明白吧？啊，不能这样搞法啊，这是一种我们跟学校坦白说有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啊。这个契约关系就是说我是我的一个专业的工作啊，他要学这个专业，他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那正好在我的领域，我原则上应该是要收，除非说大家的那个做法想法不合，反而不会去特别讲说他人不人的问题，不这样子，懂吧？所以而且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跟学生来，我们也并没有特别说我是把啊学生都要当做我去交一个朋友这样子，所以能成很好，如果不能成，当朋友也不是那么大的关系，对的吗？所以现代社会里的很多的事情跟传统是不一样的了啊，那怎么办呢？格物致知啊，每一样事情要把它是什么讲清楚，就像我刚刚讲，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头脑非常清楚的跟你讲说，在学校里头的指导学生的关系跟这里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明白意思吧？啊，就是一样归一样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啊？今天凡事要格物致知哦，啊，好，小熊猫请说，请讲，你有开那个，请说。老师您好，我想问看您哦，就是大夫之贤者，士之仁者。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中，往往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是边缘的？就是有一些。那如果这样的人在社会是边缘的话，这就是个不好的社会。
好的，我知道了。这样明白吧？啊，一个好的社会不应该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以前讲说，我们传统的政治叫做贤能政治。诸位知道，中国传统的政治有它的长处，有它的缺点啊。它最大的一个长处是说，他认为啊，他是透过了科举这一类的相对公平的选拔，选了一些贤能之士啊。所以为什么他考的科举都这么重视德性的科目呢？就从小读这个，你必须要这么做的啊，你要符合这样的德目。当然你说人不是光这样就行，不过你总比你不教好了啊，你不教的话只有更坏啊。所以因此从小背了四书五经，里面做了一大堆做人的事情啊，这是要求你是必须是贤跟能的啊。那这是传统政治的好处。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它有这么一个要求。那缺点嘛，当然现在讲的很多了哈，它有这种上下尊卑啦、控制啦，这个对老百姓不够照顾。但是传统的话是有这个好处的啊。那所以从句话反过来讲，也可以说以前重视这个大夫之贤者啊，士之仁者。好，还没其他的问题啊？用互动式的其实对诸位来讲帮助是最大的啊。好 ，OK， 好，请继续问。老师就说，您讲就是仁者是控制的场域特别大的人，就是、控制，就是他的场域特别大，照顾的人特别多。不，你不能简单的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我不是这样讲的，你把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了。我说儒家的这个原初是出于一种顾场跟管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需求。那尤其是圣王，王者是，仁者呢不一定是，他可以是，但不一定是啊。你继续说。王者必须是，我上次讲的是王者，不是仁者。王者跟仁者不见得相等，可以等的不见得相等，这样明白吗？我明白。吴老师就说，往往想照顾别人更多的人，不去做利益交换的人，我们把他认为是，大夫之贤者，士之仁者。但是往往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进行利益交换。相互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的人会有更多的上升空间。有时候觉得他们其实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悲伤。所以啊，你也会觉得很悲伤，对不对？大家都不喜欢这个样。如果说都是做了利益交换的人才能够上去的话啊，那些真正能够好好照顾人的这些人上不去的话，这就是一个不好的政治啊。这样的东西在历史上来讲都会出许多的问题的啊。那你放心好了，一切的事情都会有它的影响跟结果啊。这个因果是很昭然的啊，不是说讲佛家的因果固然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这里不是讲佛家的这种因果，我们这里讲的是说世间一切都有因果，啊，都会有，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有影响，这是必然的，啊，那么这其一吧。其二呢，就是啊，是不是说这一个贤者就一定不行，或者贤者一定要做利益交换呢？这个事情啊，未必然，要看什么状况啊。当然，每一个地区的政治的状况不一样啊，很多时候是不需要的啊。那当然就是比较好的状态。那如果闹到就是说，其实我认真的做事，我待人也很好，但只要我不跟人家做利益交换，那这种所谓利益交换，通常当然就指一些不好的事情了。啊，那就上不去的话，那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政治啊。什么叫利益交换？譬如说吧，我们最典型的啊，你帮我儿子安一个好职位，我帮你女儿安个好职位，这最典型的利益交换，对吧？你帮我大舅子二还有我的什么底下我的公司啊，我的什么这个那个的哈、啊，还有背后一堆的那种不搞不清楚的账目啊，一堆的户头啊，
你帮我弄，我帮你弄，因为自己弄容易被抓到嘛，啊，诸如此类。如果一定要这样子才能够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老百姓受得了吗？啊，那都是你的了，对吧？啊，你经过利益交换之后，这个天下好东西都是你家的啊，你的亲戚朋友都站在高位，你的户头里头满满的都是钱，那这不就是应当是贪腐做应当要对峙的对象吗？啊，但是往往又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官僚系统太大的时候，官官相护嘛，官官相护啊，这是必然的事情啊。所以其实中国是不应当用太大的这个政府，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理念是小政府啊，尤其是这一种如果是上下等级比较明显，然后下面对于上面的制衡不足的时候啊，因为中国太巨大，它很难实行真正的自由民主啊，只有自由民主才可会充分做制衡，其他都不可能，坦白跟诸位讲啊，这个就是你我定期投票，每个人一票，这个才比较有，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啊，譬如说拉美或者这个菲律宾啊印度，很多时候还走，因为它这个政治是最麻烦的事，但是不这样的那几乎是难以做得到啊，所以既然又没有足够的制衡的时候，小政府比较好啊，大政府很容易会有很多的问题。好，还没问题啊？那这些事情都是很深层的中国政治的问题啊。哎，我们就先点到为止吧，好不好？好，我们再看一张啊。子夏啊问韦邦，子曰：“行夏之时。”啊，颜渊讲错了啊！我真的昨天睡眠不足，事实上这两天都有点啊啊。颜渊问韦邦啊，子曰：“行夏之时，陈婴之路，福州之勉，月则少午，放正身，愿令人正身迎，令人待。”啊，那么颜渊问韦邦啊，颜渊是王佐之才。我们一般人以为说颜子是只是一个有德之人。啊，其实古人的德是不离开政治讲的，啊，请注意。所以颜渊王佐之才，故问治天下之道啊。那何以故呢？其实，因为古代的社会它本来就是一个重整体性的社会，从家族到乡里到国家啊，它这个整体性是相连的，所以因此人的德性是不能够离开他跟整体的相处的能力的，听懂意思吧？啊，就是你要在整体里头的相处的能力好，你才能够在政治上也好。所以譬如说我们就一般人看个故事看不懂啊，譬如说这个所谓舜，对不对？我们读这个尧典里头啊，后来分成舜典分出来讲舜说了个半天，舜没什么做其他事啊，他是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很孝顺，而且他的这个父完母孝，他哥哥想要杀他，这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啊，极不近人情的状态了，但是他能够把他搞得定，因此啊，哦，就居然被拔士成为后来的天子的候选人。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人这样就可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最难搞的家族家庭你都能够把它搞定的话，你什么事情都搞得定了。简单说是这样，这就是说啊，这样子的人认为说他有最能够充分的处理一切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能力。所以以前人啊的德性是不离开这个政治上的还有处人的社会上能力而讲的啊。那颜渊我们不是一般人所认为他只是说个人的德性，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颜渊问韦邦啊，子曰：“行夏之时啊。”夏时这个是所谓见隐之月，为岁首也啊，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隐，故斗柄见此三辰之月皆可以为岁首啊，三代迭用之啊。
这个我们不详细讲啊，因为这讲起来画图啊什么东西的。但简单说，这个夏历是跟我们现在用的历比较像的啊，就是这个，然后呢，商历跟周历都分别往前提一个月啊，所以商以丑为地震，周以子为天震啊。然时以作事，则岁月之当以人为纪。常曰：吾得夏时，而说者以为夏小人属，盖取时之正，与其定之善，而以此以告言之也。啊，说是以人纪为主。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玄仙这里讲啊，行夏之时啊，也一样啊。夏正以阴历啊，阴正以十二月啊，夏至才周正以，就分别往前提一个月啊。他说，今访欧美用阳历，略在冬至后十岁改岁，由周正啊，阳历是比较接近周正。阴历合于农时，今为是农历。孔子重明时，故主行夏时啊。其实那个。前先这个讲法就是从直接就从农业这个东西来讲啊，我们觉得比较实际一点啊。那朱子这个讲法呢，是古人有这一个天干地支啊，见子丑寅卯这个在排对的天也对的地的这个说法呢，我们参考一下就是了啊。那这个离我们现在比较远一点啊，我想在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太仔细讲这个事儿啊。照前先生的讲法，我觉得就可以了，就是夏历比较接近农业社会啊，所以行夏至是比较方便的啊。因为譬如说，如果是用这个用周至的话啊，是一年的第一天，是几乎是冬至，主要知道。我们现在的阳历的所谓的那个一月一号啊，是接近冬至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相传耶稣是一月一日生的。为什么相传一月一日生呢？据许多的研究，就是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他哪一天生的，就把他那一年一开始的以前当了第一天。为什么是冬至呢？太阳到最南方开始回来的时候，把它当了第一天嘛，懂吧？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所谓的阳历，是太阳刚开始回来的那个时候，那天气还很冷，那是冬至的时候，明白意思吧？把那个当做第一天，不适合农业，没法耕作的啊。那晚两个月啊，这个夏历这个时候呢，一般到了二月多了，二月多比较接近。开始人要活动的时候，所以农历是会用，所谓夏历的，叫行夏之时，这样明白了吗？啊，第一个行夏之时，那好，另外正好前一条我们也看一下，问为邦，为是制作礼乐啊，为是创制的意思，革命新兴之意皆罕之，普通为治国之方有变，啊，这是。问为邦啊？问为邦的，注意了，为邦是为一个邦要创在制作礼乐以及革命新兴，所以这是要简单说叫创制，创一个新的制度，这是一件大事情啊。所以先谈这一个啊天啊，因为古人认为一切的政治要符合于天道啊，那这个天道。啊，所以要先行夏之时，成阴啊之路，这个路呢是大车之名啊，故以木为车而已，之商而有路之名，盖使益其志也。是以金玉过奢易败，不若商路之朴素浑坚而等为以变，为直而得其中也。啊，这个是说，古者啊，就是坐车就是用木为车。啊，像我们一般用木做的车子，商而有路之名啊，
那么这个禄是什么呢？前言这里讲有玉金相格啊，木这一个周至有五禄啊，并多文士，木禄最直数，木禄阴禄，古人用一去为车最贵，古人主成阴禄，成阴之禄上直，也就是阴禄是直朴的啊，商朝人用直朴的，到了周朝人呢开始有用玉啊金啊象啊格啊这个贵了，孔子主张直朴。那车是那个一般我们用的器物当中最贵重的，所以啊成阴禄上直。我们到今天来讲，我们的财物除了房子之外最贵重的还是车子嘛，对吧？就车子很贵重 OK 啊。那么因此啊成阴之禄。福州之免啊，周免有五，季服之官也，官上有富，前后有留啊，皇帝以来盖已有之，而制度已等至周十倍，然其为物小而为家重之上，故虽华而不为靡，虽废而不及奢，复之取之，盖以为文而得其中也啊。换言之，这个免啊是一个说周代的这个免呢 官上有富，前后有留，这个东西好看。就我们后来看到的免常常都是周免，因为钱先生讲这个话就是我们看戏里说那个前面有留后面有这个的啊，前后有留的这个的讲法。所以那为什么叫免呢？此字啊后高前下啊，皇帝带那个官后高前下，有免府之心，因名免啊。周礼有六免，分府等之次者，小而在上，华而不为靡，虽贵不及奢啊。主服周免即上文之意。换言之，天是要用下的，地上的一般用阴的车子啊，天用下士啊，地上用阴的车子。那衣服上的呢，是用周人的这一个衣服服制啊，服周之免啊，那它都是配套的啊。讲这个免当然也就包含了其他的东西，它整套的礼服。上文之意啊，除周免。月则少五，论月独称少五，古称少啊为舜月，五则周代之月。夏殷不遇也，孔子就言少尽美而尽善，主用少五。此言月啊，五者啊，月之辰，或者说折字，则有取法。月当取法一勺啊，所以月则少五。也有两个解释。前先用说，所谓以折为虚词啊，就是月则啊，用这个勺的尽善尽美的五就是了。放正声，愿令人啊，这个比较有名。声乐啊，先看出处。放为静觉之啊，正果正声正果之音，令人啊，悲惨变之人代为也啊。那这个以前读都没有问题，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讲正声，觉得正声才好听啊，而且越来越厉害了啊，而不是那一种啊。朴素的典雅的这个声音啊。好，那么朱注说，臣子曰：“为政多矣啊，为颜渊告之以此，盖三德之治皆因时损矣而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令万人常之道，发此以为之兆耳啊。”这个臣子说为政的这个讲法很多啊，那只有颜渊呢 他这个特别因时随遇。一般来讲，因为这里面把不同时代的东西放在一起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所以立万事常应之道，发此以为之兆耳，由是求之，则愚皆可考也。那臣子的意思是说啊，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其他的道理啊，都是相通的啦，也可以照这个考察的。张子曰：“礼乐，自治法也。放正身，怨佞人，法外之义也。一日不警，则法坏矣啊！一日不警，法就坏了。”余下君臣更像世界一概如此。又曰：“他说这也不是说周朝人这样，余下君臣就如此。以前认为这就真的是余下时候做的，那么，所以一日不警则法坏矣啊，所以余下的君臣更相次戒，亦盖如此。曰：法立而能守，得可久，业可大。如果能够守的话，得可久，业可大。正身令人能使人丧其所守，故放怨之。隐士曰：此所谓百王不义之大法，公子作春秋之作盖此义也。孔颜虽不得行于时，然其为治之法，可得见矣。”那这里面即推存这句话，因为颜渊地位高，就治天下就是要这个方法。好，我们看一下。乐者少武啊，前先这里注论乐读成少武，所谓少为舜乐，武则周代之乐啊。韶晋上晋美国用韶乐啊，乐者武之臣啊。或说则字有取法义，乐的下为首，以则字为虚词啊，文理更圆。总之，这是说啊，或者说乐当取法于韶，或者说这个是虚词。那么乐没有特别意思，但是乐者这是一个转折的虚词，乐者韶武。这几句话呀，在经学上来讲，这个是吵翻天的话，不得了的话啊。陈英之落，福州之免，乐者韶武，到底怎么讲？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东西就能够治天下吗？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象征啦，第一个象征是最重要的是在讲，理是因时而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要顺着时的，要有行夏成阴福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东西，那么，第二个。是他同时讲了三方面，行夏之时要会其意，换言之，夏代的历背后也有夏代的宇宙观 ，OK， 那么他的整个对于天地宇宙的方法是用这种比较清明的方法，天是很重要的啊，殷朝人商朝就不然了，商朝这个过于宗教或者迷信了啊，所以在地上的交通的这些种种相应的这些事情用商朝人的，那周朝人的这个礼制，尤其讲人跟人之间的关于福州之免，乐者少武，少武这是说敬美又敬善，有最高的一种伦理的跟艺术的内涵，少武放正身，怨佞人那这里面特别讲音乐，为什么呢？古人是看重礼乐的，认为说我们听的音乐不好的话，人生容易混乱，这是事实。如果整天听一些奇奇怪怪的，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人是容易混乱的，所以啊，放正身，怨佞人，正身盈佞人殆，身过于乐，曰盈，乐之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当有节，正身呢？弥漫幼渺，是中正和平之气，导欲增悲啊！以前说，不好的音乐让人家欲望变多了，而且增加了悲伤，成年忘返，故曰盈。我们现在不讲究这些事儿了啊！以前人是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这么讲，其实无不重视一个德性的培养。那为什么要重视德性的培养呢？其实就是啊。人生好难呐，所以跟你讲，人生很难。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一套的东西的话，是很难搞定的在我们现在社会里，人其实越来越难做你碰到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样事情都必须要斟酌考量处理。这个人生很难呢
你如果有一套礼制就不一样了，啊，有一套礼乐的话，当然人生也不会 就那么容易啊，人生永远都不容易，但是相对而言不会，大概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的难吧。当然我们现在难还有其他的原因啦，我是这个就此顺便发挥一下啊啊啊，那么放啊，静觉矣，待为待矣，令人以口才辩论是非，与正身皆异，使人心惑，不当加以放怨静觉啊，令人口才辩论是非啊，这个古人很不喜欢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用口才辩论是非的人满街都是啊，越来越乱了啊。那或说此章当时颜渊论时啊。好，我们先回头看。好，我们看一下。回到刚刚这边的朱注这边陈子曰这段话。那陈子对他的发挥是说，孔子斟酌先王之礼，令万世常言之道，发此以为之兆耳，由是求之者，予皆可考也。说这个东西是万世常言之道啊。那张子曰，礼乐是治之法也，放啊，正身怨令人法外之意也，一日不谨则法坏矣啊。余下精神更相赤戒亦该如此啊。我们刚刚说，因此啊，这个是要让人能够有德性，然后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规模。那前先这里啊，说或说此章当颜渊论时落者，孔子应其问而逐项答之，记者浑话所问，但曰问为邦，于是好像班一吏乘一车带一官奏一部乐而已尽治国之道，事无此理啊，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光这样国家就治呢？今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或者说颜渊又何为而专问班一吏乘一车带一官奏一部乐全程零碎节目不问治国大道啊，可知啊，或说之非是。他说：“盖颜渊所问，这是治国大道啊，就是颜渊干嘛东问一个西问一个东西呢？更何况诸位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出土文献之后，我们更明白，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呐、啊，都不是简单的事情，都可以说是，长期的比较啊。”演化竞争之后所留下来的东西，这个出土文献里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啊，那可以推估当时量很大，都没有传下来，换言之能够传下来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是吧，我后来慢慢明白一件事情，能够在论语里头留下一条，这都伟大，知道吗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颜渊留很多条，像游子是特别的以说像圣人，所以一开始啊，游子曰啊，其为人也，孝悌好犯上者鲜矣啊，如何如何啊？那这个能够留下一条都很不容易，所以这种都是绝对不会随便留的事情啊，不是不可能是零碎的事情啊。所以盖颜渊所问，这是治国大道。孔子所答，主要不外重民生与礼乐，那所谓父之教之，礼有职文之别，乐有嬴政之分啊。推本之，余下商周三代为之斟酌调，求其尽善尽美，从周而往，百日损亦可知啊。所以孔子问，这一般问治国，所以不外出重民生，心礼乐，父之教之嘛啊。那礼有职文，乐有嬴政，所以这里头呢，主要是在讲的这一个礼制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啊。所以颜渊闻一之时。这个不只是一个零碎的事情，他说盖当孔颜之时啊正宜啊革命新兴之时，孔子章所以告颜之，这里颜渊梦见周公，我其为东周理想抱负所在。换言之，这个时候啊，他并不是只是独守周朝人的东西，反而呢他是有可能有所变化的，所以这里的意思是把三代的治理加以结合，那么这是所谓礼有斟酌损益，这还了得，
你要是能够开始做这个事情的话，底下都能做了，否则的话就独守周礼，明白意思吗？如果独守周礼就无所谓心格，那这边行下之成因之落，那换言之，孔子如果为邦的话，就不会是只是按照周礼，如也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啊，所以，这一章其实是表示要有所心格了，啊，那么孔门仁礼并重，啊，他说若使在今，若使公生于今日，复有如言者问矣吗？孔当何以为答呢？孔门仁礼并重，颜渊问仁，处在修己之上；问邦则偏于礼，处在治人。孟子善言仁，荀子善言礼，距今于两间，在所言未必一合宜。啊，孔子好古民以求之，于义贯之。啊，所以，意思是说啊，要知敏求跟宜贯三代的礼可以这个适当的运用啊，所以前线的意思是表示说，他能够贯通三代，然后讲一番新的礼乐，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在当时石破天惊，所以每个字要特殊看。换句孔子讲行下之时，表示说不得了，当时周朝应该会用周制嘛，啊，你连立法都变了，所以这变立法是一件大事儿。一般来讲，只有王者能够变立法，啊，譬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说是 Augustus 啊，那是奥古斯都那个时候的立法上的变革。OK，August 八月，所以这个是只有很大的王者才能做这个事情。那你这个事情能变，其他事情也都能变。所以换言之，这里的重点在讲说啊，礼有心格，东周要兴新的礼了啊。那这个是要敏求跟宜贯才会明白的，而平常颜渊问仁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这个地方是问礼，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啊。读经典，每一句话都要知道，能入经典的都是不得了的事儿，所以它都有它的道理。我们这样去看比较明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等我再说。